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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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我这里啊是中国信托特约中心。嘿，你好，因为现在啊我们有降低信用卡利息方案。那请问一下先生，您卡片都是全额结清还是小部分？我没有信用卡。没关系，谢谢你，谢谢。
起神通，你说结冰状态下，其他武功之后就是温室能量，结冰状态下。门派成员已登入。条件不符，无法使用。总是在我们陷入危机的时候，
去。请交通证。有吗？有吗？哇，罐头戒指，小巧又可爱的戒指。是来寄存东西的吗？要不要来看看今天拍卖所有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有东西要卖，又没有需要我帮忙的。你是来寄存东西的吗？那就来对地方了。你随时可以找回寄存的东西，会帮您正确送达的。收发物品也归我们所管辖，物流管理员寄送的物品总是能安全又快速的到达。安全地为您送达，请放心。被安全地为您送，欢迎再次光临。听说被浊气污染。少侠，黑神力，黑神，少侠，我神，少侠，这少侠，已切换频道。
现在还不能移动。少侠，大事不好了！在事态变严重以前，必须先救他。物品仓库里，你是来卖东西的吗？那么，祝你能成功找到一个好买家。已经登记了，所以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。已经登记了。所以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。一路小心。有门！有门！没门！看不到门。辛苦了，就让我来镇封地。原来如此，确定？没想到他居然这样子，我们必须。但是，
现在还不能使用。敌人。之地吧，我回分之地。布鲁班就在那上面。帝国军竟然使用了大门，你得赶快找到帝国军所掌控的大门脉，并想办法的去追击余勇吧。盟主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您身边。追击余勇一事就交给我吧。
他半马吗？没有其他办法，我得先把。我们可能会受到帝国军的夹击，你要小心。眼看就要准备转世了，又想遭险。是，大侠，母妃一龙可是相当凶暴的。可惜，你要佣兵队友当心那些野兽。真知情，他们总是野兽，即使经过驯化，还是野兽，要多加小心。
看看咯。西沙一些野兽。帝国军的战斗进行得越来越激烈，我们仍然要时刻保持警戒。找到鱼勇的线索了吗？那里有前往东部基地一事，看来也。
我早已听闻大侠，你要小心埋伏在四周的佣兵队。平安的回来了，托大侠的福，我们总算能守信。你愿意帮助，真的非常感谢。
来了。这里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孙女江文波，不过只怪我这小心。白士兵一点一点，由于他们的出。真想早日和同伴们一起回到基地，希望路上小心。
去，不能再后退了。你少看我们。我只能帮你这么多。我已经取得功，居然能说服贺将军，你敢？你少看我们！
无法使用。一定要遵守约定啊！别担心，约定好了。万水，切，怎么回事？大事来的，全部解决掉！Mm-hmm.